我在打开这个包来找，找我这双手套是锁着的，我的包，找这双手套，结果没有找到，我还以为在里面被谁偷了，结果发现它塞在我这个椅子旁边的，看到没有？它这个状况不像是我不小心掉下来的，我记得我是把它放到包里了，把这双手套放到包里了。6月2号凌晨，现在是快到1点的时候，2018年6月2号凌晨。但我问了那警察，警官说他没有看到人开我的门呢，或者怎么样，这么近呢，所以有人可能特别那种特别的罪犯罪分子啊，用特别手段把这个手套从我包里偷出来，然后放到我车里。今天早上的时候，凌晨的时候，那这帮混蛋整人的，快到一点，凌晨快到一点的时候。